完了，这个已经开始在抢队友了。好，欢迎回来，我们拜我怕好戏，我们这一趴来要来轻松的啦。我们今天呢，请到了 Raby 跟 Remy 啦，然后再加上我们的固定班底有我跟阿 B 呢，所以就是四个 R 啦，啊生死斗啊，这个我们今天就一直聊天室又一直这样子，突然会洗这个就是我们在玩那个爬山的时候有没有？然后一不小心掉下去的时候就是比较高亢的撞生词那个洗一片这样子啊。你们都玩过爬山了吗？我还没，我玩快两个小时的时候说不玩了不玩了，我就推飞了。他是第一个，好像是第一个在那个实况上面直接退费的实况主，聪明聪明，这可以退费，可以啊，玩两个游戏玩超过两个小时就不能退啊，我压在快两个小时我就退掉了。好聪明哦！玩游戏也不会打开。不过你在实况上直接退，你真的是有点靠吧？给制作人一点尊重好不好？虽然说制作人真的蛮靠北的。不是那个游戏，我觉得最重点是那个旁白让人很恼火。哦，对啊，那就制作人自己配的啊。真的。啊，好啦，我们就爬山真的是就引起大家的共鸣哈。好，那我们今天呢，四个 R 要来怎么对战呢？我们要来进行 PK 啦哈。我们来看一下规则的部分，字卡。好生死斗，王位继承哦，你这写的很像那个线上游戏那个新闻稿，有没有？对，有。那积分最高的一组人，也就是说我们又要来分组了，好不好？其他两位落败的，既不是正统的继承人，必须拔除 R 的名号，也就是说，也就是说把 R 拔掉吗？也就是说我们这一趴玩完之后呢，下一趴我们叫这个人的时候，比如说叫 RB 就叫他 B 这样子。哇，我才两个字，你帮我拔掉B。啊，有点难听哎。Ruby 拔掉 R 的话是Ruby， 有 Ruby 啊 ，Ruby 就还好。Ruby 还好，就准备的意思。对啊 ，Ruby 就还好。啊 ，Remy 如果没有 R 嘞 ，Amy 吧 ，Amy 啊，你的英文是怎样？哦，你是你的，对，我有 Amy 啊。你的话就是 Amy， 也可以叫阿米啦，也可以叫 A 也可以 ，A 有两个音。对，不错，好了，那听起来都比那个。听起来都不会很奇怪，都比 RP 好一点。所以你没看到，现在已经在偷练了，不想输了，你知道吗？已经在偷练了。好，我们第一个，那我们要先来决定说谁跟谁一组了。不过呢，刚才有人在台面下已经决定好了，好不好？那我们就顺从民意，我们就顺从民意，让 Raby 跟 RB 一组，好不好？那我的话呢，就由我这个猪队友来跟。哎，你要不要解释一下 ？Raby 那个记忆超好的，你那个真让我印象深刻，而且我真的必须老实讲，哈鲁，你那游戏真的想得太棒了。那个游戏我回去狂跟我经纪人说，哎，那游戏真的好赞哦，那真的非常的赞。考虑在你们节目上面也玩一次，对不对？我们不会抄袭人家节目。好吧，没关系啊，就同样的梗嘛，对不对？啊，然后我们就来进行这样。这样子的分组，所以我们要先分开来做吗？对，我们就分开，不然 Remy 来这边做。好，那我们两个没有 R 的要干嘛？等一下会需要你们 support， 对，会需要你们支援。不能说便当了，就先直接我们两个吃便当了吧。好，阿 B 就做总监。好，那我们第一个游戏项目呢，就是我们的 Street Fighter 2。我们这个是。这个应该是 Ultra Street Fighter 2啦，这个是出在 Switch 上的，对，这个版本啊。可是呢，既然都已经分组了，对不对？我们要一个人操作一个控制器来玩这个游戏啊，可以，因为我们是我对策，我想好了，对，你有对策，不要瞧不起我，没有，我有对策，你有对策是不是？哇，这样我有点紧张啊，不过没关系啊，我们就是一个人手拿一边的控制器，好不好？拿来操控同一只角色，那我们的是在，我们在这边，好。哎，你要方向还是要按那个按键？你要方向，你先，我先选，帮他们动这个蘑菇头就好，真的假的？因为方向这边其实也有一个按键。那个方向是蘑菇头，对对，按键是个按钮，都可以。那你要讲啊，你要说那个上中下，我尽量好不好？我尽量。手就按手。现在你们要选什么角色啊？好，我们先选角色。角色是我们是一批，拿方向是一批。好，如果有手就有方向，有了。我记得这两个是手，然后你这个角色按手就好，简单一点。这两个，一直按这两颗就好。对对，选。我们要挑，可以啊，方向拿三开始会有问题，而且方向那个，好。他选到这么无耻的角色。被发现了！你要选 Ruby Man 的啊，你要选倩咪啊！没有，不行！不行！你看他的表情就一副想说要怎么办，不怕，想按的就是按，他没有后座。我知道，我要。
他那个选那个瘦不拉几的，我们就选那个瘦不拉几。你要选哦，本田是吧？富贵，富贵，富贵。我们要不要换嘛？还是这样就 OK 了？这样就可以了。好，我们不能用选角哈妹的家。好，然后选颜色，你要哪一个？好，我们来选一下颜色。你来选颜色。这个像七龙珠的那个色是怎么回事啊？你说佛力杂吗？红色，好，红色。这个。对对对对。好，你们在尬意哪个颜色？都可以啊，看你。那我们就刚这个吧。好 ，OK。青色，好不好？我记得这有上下上，要是吗？直接来最好。直接打。我觉得练习时间越长，对我越不利。脚在那边，没关系。我们选问号。我有最厉害的打法。好，来看看。我跟他打，我连方向键都不用用。Hong Kong， 我知道。哦，那这两颗我随便乱按吗？对对对，一直按就对。是这样吗？你要我前进还是后退？哎，我们怎么被打死了？前进，擦痕，怎么样？没有，我擦痕，没有擦痕。哎，我拳脚伸不过去啊！不用，我们就把手摆起来，我们直接来，我就对身超强的，跟角色没有关系。你知道 Remy 你知道怎么开始输的吗？你看有红队，对不起，红队重新开始，我就往前，往后。你一直按手，他就手就这样子，你按越快，手就越快。可以。我现在往前往后，先往后。抢二，好，抢几都一样，抢几都一样，你抢200都一样啊。手一按，你先打快哟，手很快哟。哎，伸不出去，伸得出去不会赢而已啊。太快了，你看，喂。不用，他太把手摆一边就赢了，把手摆一边就赢了。这样子很简单，很认真啊，他超快啊。可以。糟糕，我不知道他怎么操作轮椅。对，往后跳，不用怕，往后跳，把手摆一边，他再跳，对，丢气功啦。哦，对，有转气功啊，有转气功，往前走。抢我！哎，打不出去，我这跳。太 OP 了。我应该选春丽才对啊，春丽也可以这样百叶脚。好啦，这个被阿 B 的计划捅了，这过分的，这过分的，完全在无预料之中了，烂死了。好，所以我们第一阶段的那个《快打旋风二》就由那个阿 B 组获胜。耶！完了，我觉得 Ruby 已经习惯了，你知道吗？他输习惯，他到时候已经大无畏了。不是啊，怎么跟我预想的都不太一样？今天我是猪队友，我今天就两个猪队友合在一起。我不会怪你，我们对手那个心机太重了，好不好？好，那我们接下来第二个项目呢，我们叶子跟金永东就要准备就绪了，好不好？我们第二个阶段就叫做 Arms 神臂斗士啊，就是那个要。会这个游戏哦，要会，所以是一个人要两只是不是？这边的话，没有，这边是淘汰赛的赛制，就是你们一队有三个人吗？那我会选五战三胜，就是你们要把对面的三个人都打败的话，KOF 制嘛，对不对？ KOF， 而且你们赢的还可以继续留下来打。OK， 好。那手把是一个人要两只，一个人两只，对。所以是就轮流，就轮流，谁先？我们先锋中间大将这样子。所以现在是都分好了，对，就分好就先可以，你先，快点换位置。那我们的先锋派叶子好了。好，就是叶子了。怎么玩啊？叶子玩这个 OK 的、啊，应该吧，我不知道。我上次玩呢，上一次是在卤蛋当家玩是不是，没有啊，上一次应该也是在我们这边玩啊。好，我们有规则。所以一回合玩就换人嘛，输的那一回合就换人 ，OK。好，来选角色。哦，玩过这个。我按哪一个 ？AK， 反正什么都有，就是应该是要选大字，因为之前选小字的血量比较少，根本老伤哎。他后来 DLC 有没有再出新角啊？有啊，鼻子。他会不会这个是会那个影子分身术嘛？对不对？是吗？有点忘记了。这个不是有影子分身术吗？嗯，他长得像鹿丸，他就按这两个，很像，还真的蛮像，还真的蛮像。他是这样子挥拳出去，哦，他就是按 A 按 A 这样一次，这样一次，那不真的很快打吗？反正这个就直接手动，他就自己动嘛，我记得这样。对，然后两只一起出去，移动到这样子，左转右转，所以要这样。那这样有吗？应该试试看。你确定那样会有吗？会有吗？好，第一回合先选武器哈。好，两手不要选一样
对，两一个可以选近的，一个可以选远的，一般来讲都是这样子啊。不过你觉得哪一个武器比较哈妹，你两只都选也可以的。两边都选好，两边一起。你滑滑看啊！我要选一下，对，其他我全场，因为我们不太一样。哎、欸！哦哦哦耶！看起来是要赢啦！对啊，我好怕一直打到。顺便走路。往前走啊！要嗯。有闪避按钮，闪避按钮是这个，是不是？好，一批左边是我们叶子，二批电火攻。啊，那个喷出来那是补血的啊。哦，绿色的快吃啊！往前走好危险哦。怎么往后走、啊？我感觉这种东西打不到叶子啊。对啊。往后走就往后拉。哦，有，你弄不到。哎、欸，好猛！要赢啦，要赢啦！会了，会了。记得有大绝，两个都有大绝可以按的哦。怎么按？大绝就是喷火就可以按的吗？对啊，那个满了可以按。哎，哈鲁两这两颗一起按嘛，对不对？对啊。哦，我觉得你离他太远了。对啊，你要往前走一点。没有吧？我觉得我那个是远距离的，我只是在后面偷，因为他在打他，从后面偷打。哦，好痛哦，一百一。哇哦，哇，被打成智障啊！哦，有机会，红血了，哇、哦，指令头！换我吗？大绝是什么？两个一起按，对。好，下一位是我们的，你换角色吧。没有，就继续打，是吗？哎、欸，换角色，不是死了吗？你要换角色，我换了，我换角色。跟我们上打，那不换角色吗？好，没关系，都可以看你们了。节省时间好了，就继续。所以就这样吗？哎，对，你就先选角，先选武器。有，我选不一样。嗯。好，两颗一起按。我觉得叶子会一打三。哦，不过瑞比一开始不错哦。这个好。有点远。等一下再近一点，叶子要再近一点。这好像可以了，好棒啊！他这个角色真的有点难选。比较笨啊，比较大比较笨重。哇，好棒哦，其实像 Ruby 那一只角色，因为比较小只，它移动速度应该蛮快。可是这游戏，它跳起来了，叶子。哦，还是被打到。哦，手里剑。哦，真的太多招了。我场地有点小，跳一下就到边边了。哇，怎么跳、啊？补血来啦！补血要靠近那个里面才可以。对，对，要走进去。哦，有点痛，好棒哦！哇，快死了！叶子撑住，哇，大绝来！要逆转了！哇，300多！哦，不过还有两格血，啊，叶子要小心。好，我把他压角落，打他。打角落，两边血量差不多了。哦，两边血量差不多，真的要逆转了。哇！这没办法。耶！他是告诉大绝的。对，然后到最后刚好的那个量表刚好满。我还有吕普雷呢。好，换那个瑞米。好，我没玩过这个哎。你看一看，刚刚应该就大概知道怎么玩了。左旋就右。那，哎，怎么跳啊？怎么到底跳上面这个？哦，上面那个。哦，来放速。对。那武器这样是 OK 的吗？就看你啊。应该是这样打的，然后用拇指去按。哦，用这样子。對對對，不要那什么。那这两个键嘞？后面这是大绝，一起按是大绝。前面这是。不要选那个粉红色那个。不要听他的，那个不要，两个都选粉红色那个，千万不要，因为那个很烂。那下面这两个哪个比较强？加农炮比较好。下面那个比较最下面那个最强。好，那就没要。那我要怎么按进去？就按两个一起按。对，粉红色那个超痛的，打到一个死了。我再打一下倒了耶。哎，可是我为什么按的没有跳？我会把手把甩出去，往前就是可以往。不知道，我刚不会怎么。好像就按一颗吧，按一颗吧。边跳边跳，这是这一颗哦。那我怎么往前？哦，你就往前，就这样子啊。对。把那个打过去，把那个打过去。那个是炸弹，把它打过去。哎呀，我打到了！可恶！他
开大。我要跳吧，我要跳吧，好，没事，没关系。你可以开大，你可以开大，可是你要再近一点。对，要近一点再开。现在开，现在开了，现在开。先走，先走。他现在开大，他现在开大，找不到。啊，开开开开开。好，可以开，可以开。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有机会。好痛哦！坐坏了，坐坏了。好痛哦，你卡林哦。好来哦！好，不要！哇，被挡住了，被挡住了！好，没事没事。有补血，有补血。到底要怎么移动？怎么我打不到他了？要你要两只一起往左边或者往右边，他才会这样子。对。他没有跑吗？我看他走也是走很慢。喂，可以开大，可以开大。哇！还是被我打到，很会闪，很会闪，至少躲掉，不然就太痛了。哦，雷比来啦！不太妙，不太妙，雷比撑住，两百多，要打到三百多了。我看那个会打，我敢凶多了，爸！时间要到，时间要到，对啊，七秒，七秒。我这么卖命，我刚刚才发现我要怎么走。啊！不要靠你！撑住，雷米撑住，耶！换阿 B 啦！对，交换球。哦，好累啊！玩这一场下来，你知道 EVO 有比这个吗？防御是哪一颗啊？对啊，防御是哪一颗？防御，我记得我知道这样。不要这样子。我刚刚有，想说要防，可是我一直不知道怎么防。感觉跳会比较实际，跳不过他大绝跳不过。哦，大绝跳不過。对啊，我刚刚想说他大绝掉怪，我想说我要跳说。嗯哼。上下旋，你武器看起来不太一样。好，来看阿 B 的表现啦。哦，哎，他会分身哎。对啊。哦，有机会，有机会哦。半脚的。你要这样出拳，你要这样出拳。阿 B 剩一格。我是挂了，不要不要不要！按上面两颗，两颗一起按，上面两颗一起按，对对，那两颗。挡挡挡挡挡！我怎么防不了啊？你这样子，防御是这样子。开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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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哎！哇，你好烂啊！一个秒，开心开心开心！哎！还没试就赢了。对呀，我说你知道我刚才像智障吗？我刚才是这样子。也要防御，有。什么防不了？有没有换刚刚的游戏啊？你说的又二代是不是？没有，还有下一个项目好不好？还有下一个项目。好，然后所以我们这一场是由我们Raymi 队获胜，现在一比一啊。所以我们最后一个项目来一决雌雄了，好不好？这个项目我觉得还蛮好玩的，这个叫做 Akuto Made， 我们来看一下底吧。哦，这个算是一个也是火柴人游戏啊。我们拜尔炮系其实蛮喜欢这种火柴人系列，因为都还蛮好玩的哈。那火柴人这个就是双方各派出一个人来比赛，两位没有 R 的下人，为什么叫下人？没有名号，没有名号又叫下人。OK， 啊，不要，我们看一下，看不到底吧。当做 NPC 来乱的，先取得两个回合者胜利。好，所以我们是 NPC。对，那。所以一次可一样就是里面有四个人，对 ，OK。我们就先派出你们。那基本上叶子跟季永东就是来扰乱的角色了，好吧？刚刚的队友是现在的敌人。劝你是不要阻扰我们哦。所以是二打二的，一打一，然后另外两个是来乱的。哦。哎，就是里面会有四个角色这样子。好，我们让哈鲁来调整一下哈。等一下哦，我来调整一下队伍好了。OK。一个人的，然后 Blue Team， 啊 ，Red Team。你先帮我按一下好不好？按一下叉。按叉、哦。嗯。好，然后你选一个，然后你颜色选什么？都可以吧？都可以。那就这个。粉红色。所以这一只跟这一只是叶子跟金永东的。好，你们就是来扰乱的就对了。来，那这样的那我可以把他们打死吗？可以啊。所以线有点短。是这个吗？啊，我做东西。荧幕没了。线。你坐这边，对。吓死了！靠腰。拆房子哦。啊！吓死了。一点。现在不要选好。我还没按。是你选，你不要选蓝色，你要选一个别的颜色。火黄色。好，怎么两个红色啊？因为他跟他是一对的，那我要选蓝色，我跟那个一对不是吗？
没有，你要跟你要打死蕊咪，然后他们两个是要来扰乱你们两个的。哦，所以有三队嘛？所以我要选对，有三队，有三队。那他们那队，你选绿色，你选绿色。别的这之外的，你选绿色就好了。对选绿色。所以我看了就打。对。然后还有一个没按 A 按一下这个。啊，主要把那个 Remy 是蓝色吗？我黄我黄色啊。对。打蓝色。是吧 ？OK。Remy 是蓝色吗？对。对对对。我不知道你们什么颜色，我要把你打死。你怎么操作啊？我先教你们，我先教你们，好不好？这跟那个 Gambit 有点像，不太一样吗？你们等一下，有分。你们等一下，按 X 是砍，好不好？按 B 这一颗 B 是防御，嗯，把它砍，好不好？然后 B 是防御，然后下面的 A 是滚，下面的 A 是滚，然后这个东西，这个目前没有，没有按键。哦，所以就后面的，后面的这个是发射。子弹一个人只有三颗哦，哪一个子弹？后面这个 RT 就是射打扣板机的那一颗。然后你的 L2 还有这个 RLT， 三颗放就没了。是把你的箭丢出去。已经有人射完了，对，可以把你现在是开是练习吧？箭射出去啊，对，现在练习。你说箭射出去哪一个？箭射出去 LT。喂，没有啊，可以球可以捡得回来啊。我可以捡回来啊。可以捡自己的武器。谁他妈把我杀了 ？A 是滚。Y 有用吗？哎，不要弹我啊！最上面那个没有啊。武器丢了捡得回来吗？可以丢捡的话。B 是防御，对。哎，我把武器丢掉。可是防御硬值蛮大的。OK。嗯。哦，卢比。我在哪里？后面有那边蓝色。哦，有蓝色死了，蓝色死了。哦，这样子拔刀。喂，基本上你拔刀可以把子弹弹回去啦。这就是一个捡到。剪刀石头布的游戏，好吧，差不多是这样子。他为什么跑？喂，哎，没事的。喂，为什么他们有飞来飞去的？好像是 B 是按子弹，可是一人只有三发，一人有几条命？喂，一个上面以数字在上面，可以挡吗？可以，用剑可以挡啊。哦 ，RB 他们。然后子弹没了，哎，喂，哎呀，你在干什么？我觉得你就躲起来，你搞不好就赢了。我要了。你复活了，你刚被杀了。靠！好，大家都练习的差不多了吧？好，来，来，等我一下，因为我下面有。好，我怎么觉得我的剑有点问题、啊？最好啊，你是大家都一样。左右上面那个数字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的生命值。生命值哦。对。刚才没声音是不是？刚才游戏没声音。不知道为什么没声音，等一下哦。好，没有，你按错了，对，没按到，对。播放装置。对，这边，第三个。你们再包一下自己的颜色。好，等一下都要选。对，因为我们现在游戏要关掉重开。对，等一下哈。这个有没有线上？有，好像有啊。这有比赛？不是，可以线上连线，可以连线，可以连线。该买来玩一下了。调这个 stock， 左边，对这个，好，然后把 team 来。生命值这样会不会太多？十个，那不然调五个好了。好，五个就没了。好，对，那这样很快就结束了，应该还好。好，来，请加入。叶子先按。哦，我是三。你是绿色那个是不是？对，我是绿色的。A 老五。哦。为了好分辨，我换绿的好了。换个蓝的好了。好，没有，我这边按不出来，我按 A。按 X， 按 X。X，OK。没蓝色可以选，我选紫色哦。我的队友是吉永东。没有没有 ，RB 要换，他还是可以杀你。你现在就自己一个人而已，对，现在自己一个人。好。所以我建议你们两个可以先联手，先去把那个吉永东跟叶子杀掉。你们两个，你跟 Ruby 可以先联手杀掉他们。因为你们现在有三队，你们先干掉你们真正的最大敌人，你们再互相干掉。可是他们还是会复活啊，他们有五啊，你就把他们全部干掉啊！你们两个可以先当队的，对啊。我看到了，我看到就砍。没错，我看到就砍。叶子，叶子要选别的。这谁？我啊，我现在跟金永东是蓝色的，对他跟金永东。我黄色，我黄色。那我就红色。嗯，我是紫色人红队啊，然后按 A。对，我用队伍分就好了。对，看颜色。好，再按 A 进去。我们用队伍分。好来，其实用人的颜色去分就好了。
来开始咯，紫色的哦。嗯，对对。哇，你挡掉了，有人挡掉，有点危险。哇，蛮不错，上面那个可以拿吗？上面那个是什么？上去上，它好像可以转上去。嗯，卢比是哪一个？我是紫色的。哦，喂喂，可以降色哦。可以可以可以，你也可以丢。不行不行。我怎么不啊？我这个角度不太对啊！你怎么？哎、欸，我怎么？你怎么死了？上面那个人好贱的，就是这样剪这个就好了。啊！我扎自己了啦。哦，你那么笨呢？我不知道。嘿！嚯！卢比现在就剩你还有五条命哦。死掉了。还是找东西吃啊？你那边有点危险，你知道吗？真的吗？真的。何金，哎、欸，怎么了？好贱的躲起来是怎样？太心急了吧？哎，开心、欸。有人会躲在柱子后面呢、欸。干嘛？想干嘛？嘿，快去捡炸弹了！快去捡炸弹了！吓死了！吓死了！你看多丢，多那边，躲那边，躲那边，躲那边。哎！哦，我死光了。你没了、哦，你死光了。真的假？你死光了。哎、欸，你们要互杀的啊！你们是那个呢？我觉得卢比先不要上去，卢比先不要上去。你想干嘛？我是三观鼓动。嗯嗯嗯，有滚！我们同队，这是个狂案。我们同队啊。能够打爆他？你刚刚躲起来哦。废话。啊！你刚躲起来啊！都没人发现啊！这么准，黄色是谁啊？黄色死啊！哎呦呦！你在躲啊？跳，有地方跳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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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快点，快点，赶走！好，没事。哇！好强啊！还可以挡哦。阿 B 是哪一个啊？咖啡色，那你主要还是杀阿 B 啊？哎、欸，你要剩最后一命了吧？啊！你把肌肉跟阿 B 的对决了。对的。哎哦！加油，卢比！享受，享受！哎，卢比加油！你不要被碰到。去吃，我去吃。嗯，先吃再说。不是一条命才对吗？没了啦。有啊，红色一条命啊。那是队伍的。我们蓝色两个人加起来才五条。哦，差点。哦，这个转身，吓死！哇！还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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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条命。嘿，没有，他这好像还有两条。嘿，嘿，哇哟！哦，没了吗？刚才有一个隔挡啊。有了吗？还没了吧？是有人躲起来啊？季永东，季永东。我记得我还有一条命啊，我怎么找不到我自己？不是啊，真的假的？坐在里面那个是你吗？我动不了。不是那个已经死了。我赢了，在哪？对啊，是不是就赢了？对啊，因为只……对，没有，我想知道我在哪里。对对对，为什么玩到？为什么玩到？那人不见了啊！下一秒都没命了，因为他们两个是没有啊，因为金龙东还有一条同个颜色，所以只有三个，所以只有三对。我不是啊，我了耶！两个都对啊，两个都零了，所以他不会跳出去，就没有了。对，他这样没有结束是？耶！耶、yeah ！还有第二回合哦，真假？哦，还要再打三回合，是不是？好烂啊，阿 B！ 好，我会给他，我以为我来，哪有我奋斗到最好好不好？好烂啊，阿 B！ 第二回合就是比较不一样的，这是哦，他有别的模式。你们两位队员要合作，那如叶子跟旧东就先休息。好，好好哦，所以不是我这一次，是他那一次要合作的，对，要合作哦，居然要合作，这个好玩。啊，要合作我就比较累耶。哪一个是吧？对对对，然后这个是发射。阿 B， 你的麦掉了。阿 B， 你的麦掉了。没有啊，还在啊，还在是不是？还在啊，还在。哪里？有。
所以我们是红色哈。没有啦，哎、欸，他超好笑，他把夹子夹住了，我的妈还在，拜托，那夹子好吗？什么时候掉的？好雷啊！好雷啊！不是啊，没感觉他掉了、啊。因为你都来夹着，对不对？好，来报一下自己的角色的颜色。好，我是紫色，我是绿色，橘色。那阿 B 是粉大变色，桃红色，用不进去啊。Red pink， 希望有人帮忙啊。好，可以可以可以。好了，可以了，可以。将就着用。好，那就按确定吧。等阿 B。好。炸那个，他如果射东西过来 ，B 也可以挡吗？对，可以挡。好，但是方向要对。而且你可以砍回去。哦，那就一直按砍其实就可以了。那会有硬值啊，它有硬值时间，对。所以 X 是砍哦 ，X 是砍。我为什么要告诉你奇怪？我刚刚还没有完全完到吗？你现在跟他讲，那个 Y 是什么东西？你说这个有用吗？这个有用吗？有。那个把刀都丢出去，可是丢出去你就不能砍哦。好，拿来啊。哎，我什么颜色啊？我会忘记我什么颜色，好红色，反正动一下知道，动一下知道，你是橘色，对，橘色是我的。好，这是足球模式。哦，那我们踢足球吗？对，什么？赢了，是绿色。哎，我是紫色。赢了。我雷了，要一个人防守。我砍了一个了，怎么砍的？看你们怎么打球啊！瑞米去救，瑞米去救，谁啊？直接被用跑的啊！踢。哦、我是绿色，然后雷米是紫色。对踢球、哦！先杀人呐、啊！踢什么球？白痴、啊！杀人！这个是踢球游戏啊！来，不死想干嘛？想干嘛？想让你有伤害！哎！先把你杀死再说啊！哎，我先杀人！我先杀！你是什么颜色？我橘色，我还在中间，我还在场中。我先把他杀了，雷米撑住，雷米撑住！喂！求我来，求我在防守。我丢，雷米是乱发射。我再丢，搞什么鬼啊？你再打打打打！啊！秋，我一个单飞两个，我杀两个，拿球队外，我先杀他们，还不死。喂，好嘞，我是啊！好，有，我们没分数啊，就是我们没分数。不是为了杀人，不要别掉去！不是我，啊！进来，进来！不要！还有，没有！乌龙球有射吗？有啊，有啦！丢刀啊！我的刀没了！啊！哎，没，不行，这游戏跟这游戏好难哦。哎，想干嘛？混球球啊！机会来了，机会！怎么砍人不砍球啊？真的，那一直砍人。哎，是不是？我追球球！追个头啊！哇，好！嘿啊！没中，我复活刚好挡到。机会来了，哎，准备杀了！耶！没有，我在这房子。想干嘛？这是我啊，这是我。我靠腰。卢米，我要进球啊！我干啥？哇！有机会，有机会！有了吧？有，现在平手。现在平手是不是？我的尸体怎么那么多啊？一堆尸体。想干嘛？来，你跟我们过来，我杀死两个，赶快踢进去！快！雷米加油！哎呦，喂，我滚！啊，没砍到！啊！这也可以，先把他杀掉！哎！啊！哈！到底在砍还是在踢球啊？哈！我想踢球啊！我想踢球啊！嘿！哈！总算中一个！快！
以可以可以可以。喂，哎、欸，绿色是谁啊？不要不要，绿色是我的啦。哎、欸，我狂杀了、欸。哎、欸，有。喔、喂，这滚杀了游戏啊！有啊有啊！卢比杀人交给我。好，交给你。你来。我来守球门，我来守球门。你小心闪炸弹哦！好，来，我那紫色杀人魔、欸，我是上位杀人呢、欸，哇！杀个紫色是谁啊？我啊！为什么我一直被杀、啊？哎、欸，巨人他们都死，赶紧把球给我，把球给我！没有，我在，嘿，哇，又死了！我进门！哎、欸，有，差一点！把我吓死了、啊！我没有助攻，我杀人！你先慢动手，我杀人！我杀人！我这个球很烦。啊！我一片混，哎 ，go！ 啊！打错边了！哎、啊，有！雷兽射门呐、啊！大空翼来着啊！哎、欸！我要砸死他们了！好、啊，等一下，我杀翻你啊！挡得好！哈！哎，我超强哎、欸！我一直没有看到瑞咪，我超强，我真的超强、欸！我把手！嘿！不要！啊！哎、欸，我刀又掉进去，一万！捡个金钱。嘿！哇！我要死了！耶、yeah, oh, ！有没有最后一个四十五度角？很会，四十五度角。太紧张哇！人一杀到一个都不知道怎么接球。哎、欸，一比一耶！几乎都在杀人，有没有那么激烈？我玩的好累哦。对啊。只好进入第三场比赛啦。好，第三个模式。第二场就有点困难了，你们两个要合作，然后看可以闯第几关，因为它是 survival 模式，生存的模式。好，是，我们个别合作吗？对，对，你们两个就一人一队，就两队合作。好。好。哦 ，friendly fire 不要太好，给你们强一点的子弹。好、哦，第四颗。子弹是哪一个？好，来，这个哪一队要先？对，我们先好了。好，所以他们先好。那你们就先让进去。所以是轮流的这样，不是？在过关游戏，哦，那我要选紫色。我给你们三次机会，看你们最高可以活到第几关，好，好不好？好，我选灰色啊。顺便跟大家讲一下，我们两个下午第一次玩，我们只过第一关。啊，真的？它是什么样的游戏啊？路比应该没办法。它是这个生存，我们找想办法活下去就对了。第一关就我先看他们，我觉得他们应该他会有什么东西冒出来。有别的玩家哦 ，NPC 是就电脑的。越来越多，好。那应该要算生存。他现在干嘛？这感觉会有火车。对，他这感觉会被碾死哎。哇，持久战的轨道上。啊！要砍坏人的人，他好厉害！我开始杀了。我觉得我们两个要合作。好。直接被碾死，这火神好快，这火车也太快了吧！真的，人生事故啊！哎啊，我就不会再活了耶。Ruby 刚刚说，Ruby 刚刚说我们觉得我们要合作，刚才就看他从旁边被碾死。上第三关了是不是？对，第三关了。哦。哎，炸到自己。对。这样，换你们。第二关，这样第二关，这个好玩，我们到就这吗？我们就吞到第二关而已。好，换你们。时间关系吗？对，没有啊，就两间各玩两次，然后看哪一个最多。各玩两次哦，对、啊，然后一次给我，一次给这种东。对啊，反正第一次都可以习惯一下，好吧？所以 restart 就好了。restart 就好了。为什么 restart？ 你按吗？好，同一关比较公平了啊、嗯。先离开轨道。没有，他出在那边先把他杀了。不要。他反正他会走过来的。什么？你乱讲！你看，他死了、欸哇啊啊。我觉得椅子好讨厌。哇！一刀死。哇！他好强哦。靠你！靠你！那边东西，那边东西，去捡那个那个东西。可以射。那个可以射比较远。丢啊！我要被两个围殴了。小心哦！小心哦！嘿！我看见有机会。小心射！那个不要站在那边。啊、是不是很难？是不是很难？是不是很难？你们一波而已啊！旁边那很紧张。我你看那个车速很快啊！哎、欸，我让叶子跟金龙东玩一次好了。来，要不然他们有点无聊。强的，直接开始吗？对，直接开始。按那个。你确定你要站轨道上？一开始不会有人，开始不会有车，火车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出现。对，我刚刚那其实很快就出现了。哦。好快耶！哦，不太妙，紫色不太妙，他会防御哎。哦，有一只啊，死掉了。哎、欸，好像第二波就有点难了嘞。
你现在已经不知道下一关要怎么做了。最有准，最有准，太好了吧！最有准，最有准，最有准。你们当 FPS 在玩是不是？我最有准。斩脸！你刚脸好准哦。对啊，刚玩 FPS 哎。一个 FPS 玩，你在讲中，那什么？就射击游戏。射击游戏啊。好了，换人了啦。换你们。来啊！到底有没有人能过得了第三关呢？来，我们来。好像有难度，我们先上来啊。我觉得我这个离跑道有点远。可以。好，我成功上去了。来了，来了。可以，有，手一直先哈。车来了，车什么时候会来？我刚刚听到波波来了，对，还有波波，然后有滴滴滴滴的声音。哎，帮一下！哇，不太妙！瑞明帮一下，瑞明，我的队友放生我，我在帮你炸他，你知道吗？拔刀斩，拔刀斩，炸他，有人砍我了。哎，真的好难哦。可以，我知道这游戏怎么玩了，可以。真的吗？哎，还没有人过到第三波吗？我们刚二嘛，我们刚赢了十，然后加这个。我听到哔哔哔，有了，车来了。第一个要缝针，它到有灯号，它会显示是哪一个轨道。啊，这个子弹有限制吗？子弹就三发，然后中间哎，有杀一个十，哎，怎么没中？还不死，高低差，高低差，厉害厉害。红色的才可以从上面射到下面，有什么？等他们出来，有，等他们出来，就是上面那个。哇，这效果做好足啊，瑞比！瑞比，哇，你说资历无缘啊！在评分呢？哎，对啊，因为我们现在评分呢，该超准的，对啊，该超准的。还好我没站好你旁边，不然一起死啊！超准的，阿斌说你去捡，你去捡，捡完自己自杀。很简单，那我就做最后一场 PK， 我就直接三名就好了。好，三名就好了。对方见面就赢了，好不好 ？OK， 好，这是最后决战，所以是怎样？四个人一起，四个人一起啊，四个人大轮。我们用这里。这是控制的哈，最后了，刚好也是最后一个决战。对啊，对啊，就是对啊，刚好是抢尾局。好啊，不错不错。这个Steam上面买得到，对不对？这Steam大概多少钱啊？应该一两百，还不错啊。因为刚好在找一些快打实况组可以一起玩的游戏。好，一批给我。那个队伍选一样就好。好，那我跟蕊咪选个颜色。我们要怎么选队伍颜色？就这样。按完角色之后，他会选。我们选蓝 team。按 X， 先按 X。嗯，按了。我紫色。有人跟你选到一样。然后我们红色。好，我先选一个跟我们不同颜色。没有，你要选跟我一样颜色。你要跟我一样选蓝队。所以我要先按 A 吗？按 B， 按 B。好。然后再按 X。哦，你是三 P 是不是？对，我是三。OK。我怎么选他那个背景颜色？先按角色。先按是 A， 这是人物颜色。对啊。没有，因为他角色选到跟我一样颜色。哦，对。哦，对。对对对对对。好，这样可以。我是灰色，然后蕊咪是绿色。我是紫色。我是橘色。OK， 那就够了。好。我们换个地图好不好？我要换一下。换个那个。这好，刚刚那个。这个吗？这太难了。这看起来有点没有，这个就是要这个，就是要最终决赛，就是要这个很多墙壁可以做的。可以归了是不是？对，我妈的，看我就赢分身，我一人三命啊，一人三条命。他应该是一组三条命，一组是不是？哦，那要小心哦。卢比是灰色哦。对，我是灰色。你还躲起来了？有人对一开场就躲了，躲起来了，一开场就躲了。哇！谁没打呀？我。哎、欸，你们，哎、欸，哎、欸，靠，我看错队友了。喂，啊，我死了，小神童射死你，再射。哎、欸，我们这样是赢的吗？还没，还没，还没，我全死了。哎，卢比是，他们赢了。哦，死太快了吧？看我，三条命哦，一组三条命 ，OK。我们死了，我们都不知道，对，只有三条而已。你要不要全部杀死？你有玩？你刚不是被铁拳打死吗？有人到了，你怎么好像每次玩什么游戏都这样子？要不然就这样子掉下去，要不然就被铁拳砸。很足，好，我们恭喜阿 B 队获胜，真的是倒霉鬼。哦呦，他就在那边啊。我觉得我们今天的表现算 OK 了。
站到最后一个。可是我还是比较喜欢你上次的表现啊。上次那个不太行啊。好，那我们被拔去 R 的名号了。对，没事啦。虽然说节目也到尾声了，上你还不死心哎、欸。所以我们有可以撕了，是不是？对，好，我的 R 可以把它撕下来。OK， 就由胜队来执行它。好，对，那我先贴着。真的假的？来吧。不要啦，不要，我撕人你好了。那阿 B 来撕我的，撕完是不是？哇，你要变阿咪了、欸啊，你要把这个撕掉。阿咪老师，阿咪老师，阿咪老师，五笔五五百五百五百。五百啊，五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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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爆了，五百啊，他是五百啊，那真你的啊，真五百来了，五百，阿咪，五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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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感觉这个名字反而比较容易被记住，五百，对啊，五百，是不是该跟退群申请一下？其实我觉得我应该要叫阿咪才对，对啊，阿咪老师，阿咪老师，阿咪老师，会知道阿咪老师这个词，我几，没有，阿咪还好，我想如果说口腔就完了，阿咪真的还好。孔锵老师真的是厉害，得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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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2018年的第一集啊，希望大家看得开心啦哈。那我们时间是不是差不多？还有两分钟，是不是？那再上一次，再上一次。那就500，那500来唱一首歌。你是我的花朵，哎，我忘了。不要拥有你，插在我心窝。你是我的花朵，我要保护你一路都畅通。耶！我觉得我们叫这样比较快乐哎。他们输了也很开心，为什么会变这个样子？我们要擅长苦中作乐型的，好不好？好啦，那我们在相隔两个礼拜，《快打兄五》的最大改版也就要来了，好不好？那届时也会送，又为大家送上新的内容。那当然也不只是《快打兄五》啦，我们今天提到的很多游戏，我们都会在2018年。其实2018年真的有很多令大家都很期待的东西，包含这个。我们即将在月底要进行的台北电玩展，1月26号，哎，人类消失之日，真的，你是因为蒙夯吧，不是因为电玩展啊、哦，是因为蒙 Monster Hunter， 我们真的是一月底有非常多令人期待的游戏要上，好不好？那也希望大家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哦，我们八号趴的新闻会持续送上为大家最新最快的格斗游戏的内容。好，那我们可以进字卡的部分了哈、哦。好，那。哎、欸，真的哎、欸，连那个啊都没有了，然后 U 还大写、欸，好厉害哦、喔！好细心哦、喔，真的、欸，好厉害哦、喔！主持人真的勇猛。好啦，今天也算玩得很开心啊，谢谢两位来，谢谢。谢谢。好啦，那我们等一下统神电台啊，听说今天要吃瓦城，是不是？对。哦，所以你就刚，你又没时间看题库啊？我饱读诗书，没问题的。你又饱读诗书了，你要不要去拼一下？我饱读诗书。我哎呀，瓦城呢、欸啊？哦，不行，是不是？他家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他等一下赶回去。哦，真的吗？嗯、是要抽纸报，是不是？没关系，他电脑有没有坏掉？好，谢谢公馆快打还有神送的赞助播出，感谢干爹，谢谢。好，嗯，我不好意思，喉咙有点不舒服。好，每个礼拜五晚上要继续收看我们的拜狗炮戏，然后我们。